500元吃全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陆远晴 ，A.K.A. 便利商店能吃到500块吗？没错，因为我家附近开了非常多的便利商店，不管是莱尔富啊、美联社啊、Seven 啊、全家，非常非常多。那我就在想，便利商店可以吃晚餐、吃午餐，但是通常一两百块就差不多了。我就想到500元系列为什么不拍看看便利商店呢？把每一间便利商店都吃吃看啊。于是这一次的 X 滤镜化之500元吃到饱系列，全家便利商店篇。没错，我们平常去便利商店顶多点个饭、点个汤或是点个饮料，甚至在甜点，但是不太会点一些有的没的或是价格比较高的，我们都会挑比较便宜的来吃。所以我今天就决定来点一些高价位的，然后来吃到500元。于是我今天就去全家点了一些高价位可能平常不会点的东西，来吃吃看可不可以到500元哦。好，那我们在吃之前一样会量一下体重，吃完之后再来看看总共吃了多少公斤进去。那在量体重之前呢，先帮我订阅这频道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然后我今天会在各个不同的平台发文呢，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 Facebook 粉专绿远镜徐哲轩，还有 IG Punk Bug 会发很多现实动态，有时候会跟影片有相关，可能是提出问题给你们去回答，或是让你们问我问题，或是各式的计划，或会在 IG 的现实动态发文哦，所以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。好了，如果各位想要看到更多不同的500元系列，或是超商的系列，比如说100元全家吃三餐、100元 Seven 吃三餐、500元吃 Seven 等等，如果你们想要看到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跟我讲，然后记得要按赞，越多赞我就知道大家很喜欢。那我们就先来量一下吃之前的体重，73.3公斤。好的，这边总共是517块，那我们就先来吃吃看，首先来个热狗堡。我家的是蒜味热狗，它的热狗是偏硬偏弹性的。再来是全家的炸鸡腿木桶油饭，从来没有吃过，今天点的基本上都没有吃过。好，那我照着上面讲一下价格，因为它买完之后有一些什么折扣有的没的，所以可能不是每个价格直接加起来的总额，但是总共是517。刚的这个热狗堡呢，热狗是35，但是加这个堡我就不知道多少钱，可能是45左右。那这个炸鸡腿木桶油饭上面写70。好，吃吃看全家的油饭哦。油饭还 OK， 没有那么油，有点偏干。然后鸡腿，哦，好烫，鸡腿还可以，皮没有到很脆，但是热热的不错吃。再来全家的麻油鸡69块，颜色看起来还不错，喝一口汤，麻油的味道挺不错的，蛮甜的。吃个肉，肉就比较普通，但是我觉得汤其实还不错喝、哦、喝完也暖暖的。这个麻油鸡 OK， 再来个人很爱的茶碗蒸35块，偏比较软松散，没有到这么紧实的茶碗蒸，味道算蛮重的。再来富山冠军蛙桂49块，台南人来吃吃看这个高雄富山碗桂技术指导，台湾第一碗最强蛙桂争霸赛冠军，来吃吃看哦，就是要从咸淡的这个部分下手。这个蛙桂比较不像我平常吃到的蛙桂，平常在台南吃到的会比较有弹性，这个吃下去比较粉的感觉。对，它咬下去有那种泥泥粉粉的感觉，我个人没有到特别喜欢，我比较喜欢紧实的蛙桂的感觉哦。再来，先来喝个饮料，这两罐都是可比斯苏打，然后一罐是45，平常不会买，但第二件好像是6折。先喝这个芳醇麝香葡萄口味，很油了我的手，都是麻油。怎么讲的味道，淡淡的白葡萄味，又有淡淡的可尔必斯，然后汽水糖混合在一起，吞进去之后有一点点感冒糖浆的味道，但喝下去的当下有白葡萄的香味，喝下去当下不错。再来是飓风葡萄苏打，所以就只是葡萄的不一样，这个就比较葡萄汽水的感觉，那它也没有到很气泡很重。长野县产限定发售，这个味道比较常见，这个味道比较不常见，但是如果一个都要45块，我个人平常是绝对不会买。喝起来 OK， 但是我可以去买两杯一般的可尔必斯，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一般的可尔必斯。再来是温泉蛋45块，里面有2颗哦，手太油了根本撕不开。好，吃吃看冰冰凉凉的温泉蛋，我喜欢，好吃。再来是我如果没有拍的话，绝对不会去便利商店买的东西哦。迷迭香鸡胸肉酱一块要99元，上面写着2019银发友善食品银钻奖。OK， 是一块鸡胸肉，这样只要99元，吃吃看。
迷迭香的味道有出来，迷迭香的味道蛮好的，还不错啦。说实话，其实还不错，但是99块我觉得有点贵。今天特别拍500元系列，所以才能吃到这个，还 OK。就是饭后甜点法式巧克力薄饼，45元，长得其实蛮酷的。我一开始以为它是蛋糕，但它有点薄饼，对。咬下去很绵密，入口即化，巧克力味道很重，这个真的蛮好吃的。这个待会主餐吃完，好好来吃一下甜点了。好，那总共就是这样，517元。好，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500元全家便利商店之旅。超饱的，那我们现在量一下，吃完之后总共增加多少体重？75.3公斤。好，75.3公斤，增加了2公斤哦。这绝对是我吃便利商店吃过最饱的一次。那还有一点点大汉堡跟饮料，还有一个巧克力薄饼，我待会会边剪片边把它吃完。那这次的 X 绿巨化之500元吃到饱系列全家便利商店篇成功，点了一些我在便利商店从来没有点过的东西，像是那个鸡胸肉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有点贵。今天点的蛮多比较贵的，平常不会点的，其实吃起来感觉都不会太差，都还不错。那整个就是蛮饱的，那特别今天就是巧克力薄饼跟这个麻油的汤哦，那温泉蛋跟茶碗蒸我本来就很喜欢，所以相当不错。OK， 那这次的挑战成功，想要看到更多不同的挑战，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什么样的挑战，跟便利商店有关的，500元吃 Seven， 500元吃莱尔富，或是100元 Seven 吃三餐，100元全家吃三餐，或是100元吃什么什么东西，各种不同的你们想得到的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讲，然后去追踪我的 IG 跟 Facebook， 今年会非常多的在各个平台跟大家互动，底下的留言我也全部都会看，全部都会按爱心，好玩的我都会按赞回，我想要建立一个我们之间非常棒、互动非常好的社群哦。好，那喜欢这个影片，帮我订阅这个频道，按赞开小铃铛，然后去追踪 IG， 追踪 Facebook， 追踪副频道，也会有各种不同其他的日常影片或是新的影片。我是吕远镜，我们下次见。突然间想吃茶叶蛋，没错，我突然间想吃茶叶蛋，于是我刚刚就直接出门买了五大超商的茶叶蛋，分别是 Seven、全家、莱尔富、OK、美联社。没错，我突然想吃，然后又突然间想到，干脆来拍一个 PK 系列。各位可以帮我这个系列想个名字，我现在还没想到，比如说绿眼镜 PK 大对决之类的，我不知道可以取什么名字，你们可以留言跟我说。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更多这种比较啊，还是 PK 类型的系列，可以按赞，越多赞我就知道这个系列不错。那除了在底下留言这系列要叫什么名字，只给我建议之外呢，更重要的是可以留言你们想要看到什么的 PK 哦，比如说珍珠奶茶的 PK， 比如说御饭团的 PK， 比如说汉堡的 PK， 不一定要是吃的喝的，你们能想到的都可以留言给我，然后 PK 哪一家跟哪一家，你们可以留言跟我讲，然后我觉得有趣好玩的，很多赞的我就会拍。现在这个蛋非常不受控，它已经快要错位了。然后在开始之前呢，记得先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小铃铛，不要忘记喽。好，那首先是我们的一号参赛者 Seven 的茶叶蛋，那我们这次采用的碗呢，是之前火影忍者村影片里面买的伊乐拉面的碗哦。好，那我们一号参赛者 Seven 的蛋呢，颜色比较淡，那上面有一些裂痕哦。OK， 再来是我们二号参赛者全家的蛋，全家的蛋这边有一个比较黑，看起来是卤比较久的状况。那这边有一个很像地裂级的裂痕哦，好，揉下去之后旁边整个扩散开来，颜色没有太深，除了这边很深之外，这是我们的二号参赛者全家的蛋。再来是我们的三号参赛者莱尔富的蛋，哇，这个很明显非常多的裂痕，莱尔富的蛋在参赛之前可能有出现一些状况，有撞到。现在它相当的脆弱，像一碰就要碎掉的感觉。接着是我们四号参赛者 OK 便利商店的蛋，那它非常明显的这个颜色比前面深了非常多，它比较黑，而且黑不止一点哦。我们拿第五位参赛者这个美联社的蛋来比较，就知道哇，非常的黑啊。第五位参赛者美联社的蛋，它相对比较少颗，颜色也比较淡，但是它是最便宜的，它2颗14元，其他四家商店都是1颗10块哦。OK， 在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比较茶叶蛋外观之后呢，我们
马上来试吃一下。那我就是吃，然后依照自己的喜好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，然后稍微排名一下。因为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美食评论家，所以我就按照自己吃完后的感觉来做一下排名，还有评语心得哦，就是比较庶民的评语吧。庶民这个词最近好像比较敏感。好，算了，不要聊这个，我们不要聊这些大海的问题，我们来聊一点漱口杯的。好，我们来聊一些茶叶摊的问题哦。OK， 来，首先第一个。